一份虎皮青椒，一份蚝油生菜。哎，老公，荤菜订什么？订一份牛肉吧。老板，加一份红烧牛肉。哎呦我的妈！以后不能到处闻小母狗的屁股了啊！听到没有？做狗也要讲品味好吗？不能随随便便的，可懂啊？记住没有？饭喽！子子，子子，吃饭喽！这边往哪跑？哎，碗啊，碗不要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过奖过奖，哪有那么聪明哦？也是那种叫啥啥不会，干饭第一位哦。没说你，没说你哦。去去啊，去呀、啊！听到讲他坏话喽，不高兴了，就翻脸嘞。这狗心眼特别小，还死要面子啊！哟，你嘴怎么歪了？是吧？那怎么办啊？